全国名人烧香拜神，阴间诅咒就会掌控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成哥。今天我的 QQ 终于可以登录了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登录的，莫名其妙就能登录了。这并没有到这个解封时间，大家知道吧？而且我申请了好几次申诉啊，都失败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我登上火影之后，竟然都提醒有回归好礼。你个老爹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有回归好礼了，妈呀，都送这个 S 级碎片了。第一天来了，第一天领了200金币。哎呀妈呀，你看周活跃，还有传说徽章，我去，太帅了吧！还有回归礼包，你看，我去，你个老爹，每日任务，这是什么？消耗啥东西？修行点，活跃任务获取专属奖励。啥都是啥乱七八糟的，飞行商店啊，随机传说首饰，那必须这个呀！来，传说耳环，这是什么？上面是那个饰品吗？超值福袋送 A 人，这又是啥东西？我都不知道的，好几天都不上大号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大号跟小号的这个活动啊是不一样的，大家知道吧？这新区啊跟这个老区不一样，这个小队不行，是死人，换一个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什么？正好赶上这个高招返利。那你跟他定时光忍受追回升到77级，再追回，对不对兄弟们？你直接干了吧，就对不对？哪那么多钱？太不容易了，你跟他定，我的号是终于可以上的，可把我气坏了。这么大，哎呦我天哪，原魔出来了，我去，那个老屌兄弟们，天哪。算了，先不修炼了，看看别的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领。看看主要就是看活动的，主要就是看活动。天道，我的体力值，太棒了，日历没了，奖励，哇去，好多东西呀、啊，你给他点，我再来，因为听你给他点，好的东西，你感动我都不好意思了，这在线商店，在线商店，什么？哦，百豪宴会是我自己选的，饰品、勾玉、仙人、洗炼服。招募里面可以免费招募。哎呀说实话，我这个好长时间不玩，这都不会玩大号了，大号太牛了。这不是别的，是太牛了，对不对兄弟？感觉那点真的不好意思，你给那点，你真的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重返梦魇6天，每日登录，每日任务，获得修行点，修行点支持，这是怎么弄的？是吧？在活跃里面领的吗？哦，活跃里面活动，金币高台，高，还真的是可以高，高到65万金币，再高，不用分了，大家发现没有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竟然不用分啊？可能是因为是回归哦，用了，现在需要了。我就说了，我说刚才不用，这都不可能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哈哈，太好了，兄弟们，终于是上来了。你跟他掉，你可把我这个等的心急的不行。哈哈，二了，兄弟们，啥也别说了，开始整3代吧。五星3代，那不是太简单了吗？